最后一章，这一章呢，里面的公式很啰嗦啊，大家要注意一下，有时候会 confuse 的。但是这里面介绍很多观念，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我们现在看的，因为应力指的是每单位变形后的面积所承受的外力，那就是我们所定义的 cos stress。每单位变形后的面积，因为你不变形也不会有应力。只要有外力就会变形，才会有应力，所以我们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平衡方程式。OK， 那是我们原来推导，推导了平衡方程式，也就是 sigma i 指的就是 cos stress， 作用在平面的法线等于一万那个平行的那个平面上的那个应力向量，这是应力向量，然后对 ci 的微分。加上 b 等于零，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变形后的坐标。可是针对这个偏微分来讲，你要解偏微分就要有边界条件。你要解边界条件呢，假定你的是对变形后坐标微分，你的边界条件就必须是对应变形后的形状的边界条件。可是我们不可能知道变形后的形状，因为我题目还没做。如果我知道变形后的形状，我这题已经做完了，也不用解这个了。所以严格说起来，这个方程式我们没有办法解，因为我们找不到边界条件。所以我们把这个，因此我们把它变成 partial sig partial sig i 对 partial x 阶微分，不是 partial sig sigma 阶对 xy 微分乘上 xi 对 c 阶的微分。也就是说我们这边呢是把对 C 的微分改成对 X， 这个就是对变形前的坐标。所以我们平衡方程呢，这个理论上可以解，因为我是对变形后的变形前的坐标，所以我可以用变形前的可以用变形前的边界条件。问题是这一项等于什么 XI 对细阶的微分，我们要先解决这一个符号。我根本不知道这方程式到底是什么玩意。好，这个有两种考虑方式。第一个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 xi 等于 ci 减掉 u sub i， 这个是位移，所以我们可以说dxi 就我们可以说 xi 对 c 阶的微分就等于这个 ci 对 c 阶的微分再减掉 ui 对 c 阶的微分。你说这不就出来了吗？这个我们都知道嘛，就是等于德塔 i 阶，所以这一项好像是等于德塔 i 阶减掉这个。但是这个没错，这是对的，但是这个对我们解这个问题没有帮助。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被微分的项目都是 x， 我如果把这个带进去，我还是出现这个，这还是变形后的坐标。所以 xi 对细阶的微分，这是一个答案，德塔 i 阶减掉 u 对细阶的微分。但是这不是我们要的答案，原因我们就刚刚讲了，你把我们在黑板上的式子带进去，这个式子呢变成还是有一个像是对变形后坐标微分，还是不是我要的方程式。我们要把这个项整个化成是对变形前的坐标微分的关系。我们这边 写一下。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方程式，我们是 sigma 阶对xi 微分乘上 xi 对 c 阶的微分加上 body force 等于零。这就是如果我要对变形前坐标微分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向量平衡方程式。记得这是向量，所以这可以变成三个分量的等于零的方程式。这是我们搞的第一步。那我们现在先解决 xi 对 c 阶的微分等于什么。
我们还是一样从同样的式子来看。反过来讲，我们知道细阶就是等于 xi 加上 u 阶，细阶是等于 xi， 等于 xi 加上 u 阶。那同样的道理 ，dc 阶我可以把它写，这一个项我可以写成全文的项，所以是 dc 阶可以等于 partial c 阶对 xi 微分乘上 dxi。帕修细阶，我看看是等于，对 xi 分乘上 dxi， 然后呢，因为 c 是等于 u 加上 x， 所以帕修细对 xi 的微分，这是反过来啊，记得这不是我们要找的答案，这是相反，但是这答案不是等于这个的导数啊。不是等于它的导数，所以细阶对 xi 的微分，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是德尔塔 i 阶加上 ui 卡马阶，这边的u 阶卡马 i， 抱歉，加上 u 阶卡马 i， 那这边的 u 阶卡马 i 指的就是 partial u 阶对 xi 的微分 ，partial u 对 xi， 所以第一个我们这边可以知道，我的 dc sub 阶可以等于右边的这，可以等于这一项。可以等于这一项，然后把这个括号德塔 i 阶加上 ui 卡马阶，这是二阶的张量，真的写成就这个形式。这我们把它define叫 j sub i 阶。第一点，这个矩阵，各位看有没有一点眼熟？你们如果说回去翻你们的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讲过，如果一个位移场是一个合理的位移场的话，就是这个行列式要大于零。回去翻你们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讲过这个的行列式我们叫贾可比，如果位移场 是一个合理的位移场的话，我们这个矩阵行列式大于零。但我们现在不是先不谈行列式，我们先谈这个矩阵。那这个矩阵呢，我们 define 叫 j sub i 阶，是一个二阶张量。所以那我们这个式子上面的第一行最右边式子就可以写成 dc 阶等于 ji 阶 dxy 等于 ji 阶 dxy， 然后我左右两边都乘上这个贾可比的 inverse 反函数，左右两边都乘上它的反函数，所以我们会得到 jk 阶的 inverseOK， K 阶 inverse 乘上 DC， 那就右边呢就是等于只剩下 DSK， OK， 我们给它乘上它的反函，本身乘上它的反函数，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的结果等于 DSK。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阶，也就是这个矩阵的反函数会等于什么。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跟各位谈过，任何一个三乘三矩阵的反函数可以写成这个形式，等于是某一个，也是某一个二阶的张量除上贾可比，这个贾可比就是这个行列式，也是我们第二章第一节讲的那个贾可比。我们在第一章谈过，任何一个三乘三矩阵的反函数的每一个分量可以写成这个形式，我们把它叫做阶分之一的 CK 阶，反正这个一二，也就是意思是说，我们这样子表得更清楚一点。假定原来这边有一个阶矩阵，三乘三的。然后我们现在另外一个矩阵呢，我们说叫阶 inverse， 这是阶 inverse。 然后我们只是举个例，比如说阶的一二 inverse， 阶 inverse 的一二依照我们上面讲就是等于我这个行列式分之，我这行列，这就是一个存量分之 C 的一二，这就我们刚刚讲的阶的 K 阶的阶 inverse 的 K 阶分量等于阶分之一的 C 的 K 阶分量。可是这 C12 是等于什么，你们看
我这有的其实多写啊，反而容易搞混。你们看最后一行 C 啊，它是代表这个矩阵的 transpose 的第一二个分量，它的 cofactor 或者叫所谓 minor， 所以也就是等于是这边有一个阶，然后我可以找到这阶的 transpose。记得这个阶的 transpose 的话，它的第一二分量等于原来的这个二一，等于原来阶的二一分量，等于阶的二一分量，这就是我的 transpose， 就是对角线的值互换。所以这边这个的值等于原来现在这个一二的值等于原来的二一的值。而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C 指的 C 一二呢， C 一二指的就是这个里面的第一二个的这个数据，然后它的 minor 就是把这边杠掉，剩下这四个行列式值就叫它的 minor， 剩下四个行列式值就叫做它的 minor， OK， 就叫做它的 minor。 所以如果是 C11， 假定是 C sub11， 就是这 transpose 这个矩阵里面，我们把第一行跟第一列杠掉，剩下四个的 minor， 而且中间还有一点，这边还要给它分成正负正负，按着顺序。第一个的 minor 是正值，第二个值的 minor 是负值，第三个又是正值，类似这个样子。这个就是我们三乘三矩阵的反矩阵 inverse 的矩阵的每一个分量。OK， inverse 每一个分量。所以接 inverse 里面每一个分量等于它的反那个叫什么反字矩阵 transpose 的矩阵同样位置的 minor。 所谓的 minor 就是如我们再举例，如果说我的第二一这个值的 minor 就是把第二列跟第一行划掉，剩下四个值的行列是值，但是要取负，因为第一个正第二个就是负，类似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inverse。 因此我们先来看，假设这不是这个的 transpose 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写在这边，记得就是对角线互换。那我们举一个例子，举几个例子。第一个 C11 也就是 C11 指的就是如果我把 C11 除以阶，指的就是我的 inverse matrix 里面的第一个值。那我的 C11 呢，你们看 C1 是等于什么，就是我把第一行第一列杠掉，剩下四个值的行列式值，那就是 C11。 C12 呢，就是我把这个里面的第一行第二列，这第一行跟第一列跟第二行都杠掉，剩下的行列是值，但你们注意看我前面有取负，也就是说我们这边告诉各位，这正负正负，一一的 minor 是正，一二的 minor 是负，一三的 minor 是正，一然后呢下面这个又是负，然后这正，这又是负，这又是正，这又是负，这又是正。你按的顺序，不管你按什么顺序，反正就是正负正负，它都是一样，但是它的 minor 值就是分别轮流取正跟取负，那其他的类似我们就不多讲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C1K 等于这个，C2K 等于这个， C3K 等于这个。所谓的 C1K 也就是指的是我的 inverse matrix 里面第一列的三个数据，如果把 C1K 再除以阶的话， C2K 除以阶就等于我的 反矩阵里面第二列的三个值， C3K 除以阶就等于我们反矩阵里面的第三个值。这个就是，因此这三组就等于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接 K 接 inverse 里面的系数，只要再除以接接呢，记得就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的行列式，就是这个的 Jacobi。 所以这个二阶张量，这个矩阵
它的 inverse 我们是可以得到的，如这个数据所示，如这边所显示。好，假定这个是已知的，那我们现在看，我们刚刚前面已经知道，本来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 JK 阶的 inverse 等于 J 分之 CK 阶 CK 阶，就代入上面这个式子， OK， 代入上面这个 J 的 inverse 乘上 DC 等于 DX， 把这个的带进去，我们就会得到第一行的最后面这个的结果。我只是左右反过来，所以这个现在变成我们把那个 k 用 i 代，所以变成也就变成的 dxi 等于 j 分之 ci 阶的 dci， 我们就会得到这个结果。我再强调一下，我们把这边这个就是这个 inverse 的式子带到上面这一个，我们就会得到这个的结果 ，dxi 等于 j 分之 ci 阶 dc 阶。但是同时，我们又知道，依照全微分的观念，我的 dxi 呢，也可以写成 partial xi 对 dc partial c 阶的微分乘上 dc 阶，这是依据全微分观念出来的。所以这两个一比较，我们就发现等号左边都相减，等号右边都有一个 DC 阶，所以我们得到了我们要找的 XI 对 C 阶的偏微分， XI 对 C 阶的偏微分等于 J 分之 CI 阶，等于 J 分之 CI 阶，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一项等于 J 分之 CI 阶。因此你们现在知道变形前的坐标对变形后的坐标的微分，变形前坐标对变形后的坐标微分，事实上就等于我们贾科比那个行列式它的反矩阵 inverse， 就等于它的 inverse。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平衡方程式暂时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我们的平衡方程式就是对变形前坐标微分的平衡方程式会现在变成这个形式。而这个里面呢 J 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 J 就是等于我这个三三矩阵的行列式值， C 呢我们也知道通通在这边，基本上还是跟位移常有关。好，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下面这边讲的，我的方程式现在会变成了这个样子，也是像我黑板这边所写的。这是下一步。然后接着我们注意到几件事情。第一点，这个我们不证明了，这个阶同时等于什么？变形一个很微小的变形后的体积比上变形前的体积，这个贾科比可以等于这个，等于变形后的体积除上变形前的体积，变形后的体积除上变形前的体积。这个我们不证了，这可以证的，这是可以证明的。曼洛说，但这个证明意义不大，你们知道这一点就好。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那时候讲过，如果一个位移场是合理的话，它对应的贾科比要大于零。那这也是同时验证的，因为我们的体积变化率你一定要大于零，我变形后的体积不见得要大于一，它可以比一小，表示它缩小，但是呢
这个体积都是正的，除起来一定是正，所以既然甲烷等于，所以这也验证为什么甲扣丙也一定要大于零，这是另外一个解释的方式，为什么甲扣丙一定要大于零。我们第二章第一节就跟各位介绍过，各位可以回顾一下，一个合理的位移场所对应的甲扣丙一定要大于零才可以，这是另外一个原因，因为甲扣丙就等于我的体积变化。反过来讲，如果我给你一个位移场，然后告诉你说某一个坐标点，要你算那个坐标点的体积变化，就是这个式子，也就等于说你们只要把那个位移场，把那个位移场带到这边，先微分完，然后算出那一点的这个值，然后取行列式，你就会得到那一点的体积变化，就会得到那一点的体积变化率。好，这是我们知道，我们讲证明我们不说了。可是如果这个阶是等于这个的话，你们先看，因为这边有一个分母阶不好嘛，那我可以把这个乘上来，我把左右两边都乘以阶，看第二项，这边就会等于阶乘上 b。这个是 body force 每单位体积，而这个阶乘 b 就变成什么呢？ b 乘上变形后的体积除以变形前的体积。什么叫 body force？ 每单位体积的那个每单位体积的重量。OK， 每单位体积的那个重量，那这个乘上这个，这不就等于是 total 的重量再除以变形前的体积，所以我把这个 define 叫 b。如果把阶乘啊，这个就叫做 b， 这个 b 代表了什么？每单位变形前的体积的 body force， 每单位变形前的体积的 body force， 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那这个更好，因为本来这个方程是有瑕疵，因为这个指的还是每单位变形后的体积，跟前面是不配的。现在我把这个阶乘过去，这边可以写成大写的 b， 那这个就成了每单位变形前的。那这个时候等于是这个用的坐标跟这个是一样了。当然这是我们在数学上比较严谨，说我们把它区分，实际上你们知道这个 b 每单位体积的 body force， 变形前也好变形后也好，其实它是一样的，它都是等于我们讲过这个 body force， 事实上就是等于我的密度，就是等于洛基，抱歉，就是等我的密度乘上我的重力加速度，因为我们的重量等于 mg 等于洛乘上 g 乘以 v 嘛，所以 body force 就是等于洛乘以 g。 那事实上这两个值不受变形前的体积或变形后的体积影响，它这个跟变形无关的，我一个物体形状改变不代表我的密度会变，所以这两个对来讲变形前变形后都是 constant， 因此真正说起来我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在数学上我们讲的比较严谨一点，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区分出来以防发生不一样的状况，但是通常不会。所以这个原来的这边指的是变形前的变形后的体积的 body force， 但是我把阶乘过去会变成这个也是变形前了，跟这个就对应，这是第一个。那左边会变成什么呢？阶已经乘掉了，还剩上 ci 阶，下一个我们也不证明，但是你们自己可以知道 ci 阶啊
看起来很啰嗦，它是 function of x， 它对 x 的微分来讲 ，cij 对 xi 的微分永远是等于零。这个你们可以一个个去证，这个证明不难，就把这些分别对 x 微分，你们会发现它都等于零，所以对 x 这看起来好像不像，但你们自己微分一下，你们会知道它就像了。这我们不特别花时间去微分了，意义不大。所以 ，Cij 虽然是 x 的函数，但是对这个来讲呢，它的微分都等于零，所以它相等于常数。所以这个方程式，平衡方程式，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partial所以平衡方程式变成这个，也就是因为我就把 cij 当常数乘进去了，因此你们看这个也就等于是说，如果你解你的平衡方程式，大家听好，你解你的平衡方程式，如果那你用的就是变形前的边界条件，你就等于解的是这个方程式。那结论是告诉你什么？你解出来的不是 cos space， 记得所谓的 cos space 就是作用在变形后的面积上的应力向量。你解出的不是 cos space， 你解出的是 cos space 乘上这个项，乘上这个 cij。这是第一点，记得这边我没有任何假设，我现在指的就是大变形，指的是大变形，也就等于说是在没有小变形的假设之下，我们解我们所知道的平衡方程式，如果用的是变形前的边界条件，事实上那是唯一我可以用的边界条件。我们这边第一点要告诉各位的观念就是，你这样子所解出来的不是真正的 cos trace，你解出来的是 cos trace 乘上这一项，当然这代表什么？我们待会再跟各位继续解析下去。只先告诉各位，理论上来讲，你解出来的只是这一项，你不是单独的解出的 cos trace。如果你用的是变形后的边界条件，事实上方程式都一样。因为我们讲的巴利福是一样，方程式都一样。就是 partial c， 也就是说微分平衡方程式都是一样。如果你这边用的是变形，你能够找到变形后的边界条件，你解的就是这个方程式，那你解出来的就是所谓的 cos trace， 也就是每单位受力后的面积所承受的应力向量。反过来讲，如果你只能找到变形前的边界条件，你解的就是这个方程式，就是下面就是等于变形前的坐标，那你解出来的玩意就不是真正的 cos trace， 你解出来玩意是这个，是 cos trace 再乘上这个 c，cos trace 再乘上这个 c。那这个呢，你们要弄久，就是当做实验，因为你实验出来的结果一定是 cos trace。如果你用实验去找应力，你一定是让它物体变形以后才能量测出它的应力。也就等于说，实验一定是 cos trace。cos trace 事实上就是所谓的真实应力，就是 true trace。如果你能够找到变形后的边界条件，你理论上你解出来答案就会跟你实验值一模一样。可是因为我们找不到变形后的边界条件，所以我们只能用变形前的边界条件，那我们解出来的就是这个，而这个结果一定跟实验值不一样，因为它跟实验值中间差了一个 c。 我在讲这个是指大变形的时候，我们没做任何的假设，我们先谈不做任何假设之下，所以我们下一步还要知道这个 cij 大概会等于什么东西。
那到这边为止，我们现在平衡方程式变成这个样子。OK， 也就是 partial 的sigma 阶乘上 ci 阶对 xi 的微分。这个跟我这个不见得一样啊，以讲义上的为准。OK， 因为 i 阶有时候我不见弄，加上 b 每单位变形前的体积的 body force 等于零，这种平衡方程式。所以我们下一步还要进一步了解这个 ci 阶有没有什么物理意义，因为我变成是，我只知道我解出来的是这个，可是到底有没有什么物理意义？因为它好像只是 cos trace 乘上某一个矩阵，某一个矩阵的那个 inverse， 某一个矩阵 inverse 的分量，那这有没有什么意义？这是我们下一步要来探讨的。好，讲义前我们再强调一下，如果我用的是变形前的边界条件，我解出来的就是 cos trace 乘上 c， 而这个 c 呢，事实上除以阶的话，就是等于我们那个 Jacobi 的 inverse 的值。好，这个我们先把它摆在一边。我们要找这个 c 的时候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好，现在假设这是一个变形，蓝色的是变形前，橘色的变形后，我坐标系统都一样，都是线性直角坐标1万1图1实例。我们现在考虑的是一个小立方体，它的三个边在变形前分别是平行于我1万轴1图轴1实例轴。一个小立方体变形前分别这个，那个立方体的三个边变形前它的方向当然就是1万1图1实例。变形后这三个，这个立方体的三个边都会改变方向，它的新的方向我们叫做1万星号1图星号1实例星号。首先第一点要记得，这是这三个分别变成三个方向，这三个互相垂直，看清弄清楚，这三个不会互相垂直，不一定互相垂直，除非刚好它是都是主应力轴，解应力等于零，主应变轴，对不起，除非它们都是主应变轴，否则这三个不会互相垂直。但我们现在没有选特别坐标系统，所以这是一个类型坐标系统，所以通常这三个不会互相垂直，它们也可以形成一个坐标系统，只是不是直角坐标，是斜角坐标。那依照我们的第二章，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后面会用到，比如说这个面是由那个1万跟1图，就是 DS1 DS2 所形成的面，它的面积我们就叫 A 实例，它的法线我们就叫做 N 实例，那新的面积呢我们就叫 A 实例星号，有星号指的都是变形的。那依照我们第二章所讲的，这边会用到很多第二章的公式啊。依照我们第二章所讲的，它每一个边变化的长度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个边新的方向我们也会知道，我们第二章都有讲过。所以我们现在先看，我们先找到它的三个边新的方向余弦，回顾一下这个公式，这公式指的是什么呢？假定有一个受力的工作件，假设我们这边有一个受力的工作件中的某一点，通过这个点有一个方向，这个方是无限小的方向，一个线段，这个线段原来的方向余弦是 ni。然后它现在变形了，所以它会可能变到这个方向，它的新的方向的方向余弦我们叫 ni plus。那这两个方向余弦的关系就是各位现在在荧幕上所看到的这个式子 ni plus 等于1加上 epq 指的就是现这个指的工程一面就是单位长度的变化量，1加1pq 之1，
然后括号，我们是德尔塔 i 阶加上 ui 卡玛阶，再乘上 n 阶，德尔塔 i 阶乘上 n 阶，这个是一个兼容式子。兼容式子，那我们现在看，如果我们先看这个的方向余弦，那我们可以写成一星号一万一傻不万，一傻不万指的就是原来我这个线段是平行于一万轴的，它变形以后的方向。一万星号我可以写成一的一 i， 这个一指的是这个一，这个 i 指的就是它的三个分量。就指了它的三个分量，而这边的这个 i 呢，就是荧幕上指的 i， 所以它应该是等于一加上一万，这一万指的就是原来是平行于 x 万那个方向，它的那个叫什么？它的那个工程应变分之德尔塔 i 一。加上 ui 卡玛一等于 n， 哦，抱歉，我写太快了。本来应该是等于这个样子，记得。这个就等于我你们看到的公式上的 n plus， 就是新的方位方向余弦，就等于这是旧的方向余弦。可是针对这个来讲，我原来的这个东西 n 万等于一 ，n two 等于 n 熟率等于零，是这个样子。因为我原来的话，它的方向余弦只有 n 万等于1，它平行 x 万轴，所以这边虽然接重复两次，应该接等于加接点二加等于三，但你接只会等于一，所以最后就变成一加上一万分之德尔塔 i 一加上 u 的 i 卡玛万。这个。就是一万星号它的三个方向余弦，就是一万星号它的三个方向余弦直接带这个式子，但各位只要注明一下这个，不要给它搞混，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如果是考虑一万的话，那同样的道理，因此我们说的这个 NEI 等号左边 NEI 指的就是一万星号它沿着三个直角坐标轴的分方向余弦等于这个，也就我们在荧幕上写的一加一万分之一德尔塔那个德尔塔 I 一加上 UI 卡玛万。那同样的道理，一兔星号跟一水里星号它的变形后的方向，它的方向余弦就像这两个式子，我们可以照抄。然后呢，我们这合在一起的话，我可以把这三个合在用张量符号写，就这样子。但是记得在这个式子里面，我们有特别强调，我分母有阶，分子也有阶，好像一个像出现两个阶，但这边的阶不是 summation， 这个阶是独立的，也就是我用阶等于一带进去就得到这个式子，阶等于二就得到这个式子，阶等于三得到这个式子。这个里面我们特别强调阶不是 summation， 这个不会是阶等于加阶等于二加等于三，这个里面的阶要单独看，阶等于一等于这个四，阶等于二等于这个，阶等于三等于这个。但是 anyway， 我们这只是告诉各位，我们可以找到原来
平行于 x1 x2 x 随力轴的三个无限小的线段，变形后它的方向，它的单位向量方向余弦，变形后它的方向余弦。我再强调，这三个单位向量不会互相垂直，一般来讲，除非是主应变轴，否则它们不会互相垂直的。好，我已经知道它的方向了。然后下面呢，我们现在突然有点跳出来，我们看一样东西，我们看它的法线向量。我们 define 这个大写的 N万星号指的是，因为你们不要忘了，这边现在有三个方向，这两个会构成一个平面，这两个构成一个平面，这两个也会构成一个平面。那这两个构成平面的法线我们就叫做 N 属力星号，这两个构成平面的法线我们就叫 N 万星号，这两个平面构成的法线我们就叫做 N 2星号。所以像我们刚刚前面你们看到的那个图，我们指的是橘色，不是这个、哦、这个蓝色平面的法线很明显就是一属力轴，是这个平面。因为我原来的这个一外一兔这两个平面当然跟这个是垂直的，可一变形后它可能会变成这样子，所以这个平面的法线跟原来的三个轴可能毫无关系了。我们把它就对这个平面来讲，它的法线我们就叫做 N 属力，就叫做 N 属力，那是它的法线向量，我们就定义它的法线向量。那这个法线向量会等于什么呢？这里面就知道了，如果我现在有两个单位向量构成一个平面，那我这个方向的法线是什么？不就是1万 cross 1 2就等于这一个。所以比如说 N 属力星号就是在1万星号1度向所跟的平面上的法线的向量，它的向量就像我们这上第三这边讲的 N 属力的星号就是等于我的一万星号 cross 这个向量 cross 一兔星号，那就是法线。可是我们这边讲的法线指的是单位向量，而一万 cross 一兔这两个啊、哦，我们就回到前面这个图来看。你们看右边这个图，我要找的是这个橘色平面的法线，要找单位向量。可是一万 cross 一兔等于一万的大小乘上一兔的大小乘上中间的夹角，我要找单位向量，所以我必须要把那个角度散影值给它除掉，所以我们得到这三个式子，也就是等于 N 万星号等于一兔星号 cross 一属力星号除上 sin 的一兔一属力的夹角。我们拿这个来讲， N 属力星号就是等于一万星号 cross 一兔星号，也就是这个橘色平面的法线的单位向量就是等于一万星号这个向量 cross 一兔星号这个向量，然后除以它的 sin 的这两个的夹角，除以 sin 的这两个夹角。为什么你们说我怎么同样要谈法线，你们等一下就会了解，我们只是先把它摆在这。那这个法线里面呢，我要算这个法线单位向量，不要忘了刚刚这个一万一兔一属力星号它的方向余弦我通通知道了，所以我们下一步要知道这个夹角等于多少，这个夹角等于多少 sin 值，我要知道我夹角的 sin 值等于多少。好，这个 sin 值呢，我们现在你们看，我这边用的是就是一万一兔，所以我们看，我们只算一个一万一兔夹角的 sin 值，
那sin的角度，事实上我们sin的角度就是等于 cos 的二分之派减这个角度。假设我们把这个角度叫做西塔星号，所以 sin 的西塔星号等于 cos 的二分之派减掉西塔星号。可是这个括号里面就是我们的定义伽马一二，所以 sin 的这个夹角就等于 cos 的伽马一二。但是呢，依照三角函数定理，我们知道 cos 的西塔平方就等于一减掉 sin 西塔平方，所以这个 cos 的伽马一二就等于一减掉 sin 伽马一二的平方，再开根号，一减了 sin 伽马一二的平方，开根号。而我们在第二章有告诉各位，没有变形假设之下，这个是我 sin 伽马的结果。 sin 伽马一二等于什么？等于两倍的 epsilon 一二除上括号一加两倍的 epsilon 一一乘上括号一加两倍的西分的一二，一加两倍 epsilon 一二，然后开根号，这是 sin 伽马一二。那伽马一二的平方呢，就代表分母这个根号不见了，分子变成四倍的 epsilon 一二平方，所以我们会得到这个结果。它的角度 sin，这不是 sin 伽马，这是变形后的角度。本来90度，现在的夹角 sin 这个夹角，比如说是一万星号跟一兔星号形成的夹角的 sin 值，就等于你们现在看到的，一减掉这些值的平方，就一减掉这个结果，就我们讲的平方变成。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一减掉，把这两个通分，就变成了下面这个结果。那这个里面我们跳了一样，哦，没有，哦，现在还没跳，等于一加上两倍 epsilon 一的就变成这个。然后这个分母啊，记得这是一个平，这是一个开根号项，因为是 sin 伽马一二平方等于这个，那本身的话这边要开根号。然后我们看这个分母，给个回顾，那还是我们在第二章有跟各位讲到的，我的工程应变跟我的 screen strain green normal strain， 也就是我的一万跟 epsilon 万万，在没有变形的假设之下，它有这个关系。这个我们在第二章有个，这个都可以回去翻一下。我这上面告诉各位是第几个公式啊？你们到这里回去翻。我们在第二章谈到的时候，这个是没有假设、没有小变形假设之下，这个跟 green strain 的关系。所以那你们看这个分母，所以呢，因此我把这个乘过来加一开根号，所以这个分母不就等于这个？得一加上一万，因此这个式子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你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式子，分母就变成括号一加一万乘括号一加一度，那上面就还是那一堆一加两倍的 epsilon 万万加两一加两倍 epsilon 兔兔，再减掉四倍的 epsilon 一二平方，开根号，分母会变成这个。这个就是sin 的夹角的关系。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刚刚是一万一兔的夹角的 sin 值，那一兔一属力跟一属力一万的夹角值，如这两个式子所示。好，我们现在再回到刚刚那个法泄，回到刚刚的法泄向量。法泄向量我们讲的是，比如说以 N 数来讲，就是一万星号 cross 一兔星号除以这个 sin 值。sin 值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多少，一兔星号一属力星号呢，我们前面这边也都有做出来，所以我现在这个法泄的单位向量我可以算了。
所以我们就说 N 万星号，就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现在只用万来举例子，等于 E2 星号 cross E3 星号除以 sin E2 跟 E3 之间的夹角值，然后嘛 E2 星号我们可以变成 N2I1I， E3 星号呢我们变成N3阶1阶除以 sin 值，那这个就是等于分母我们先不变，分子我们就变成 N2I N 熟力阶，然后嘛 EI 乘上 EJ 可以等于 Epsilon IJK 的 EK， 变成这个样子。那同时我们也知道我这个法线三个分量我也可以写成 NEK 西号 EK， 所以左右一比我就知道我的法线的三个分量可以写成这个形式，上面 N2I 指的就是 E2 星号三个方向余弦， N 熟力阶指的是 E 熟力星号三个方向余弦，那 sin 的角度我们也知道，所以这个三个项我们前面通通算出来，我们把它带进去就变成这一串啊，先没有，这是 N1K 的，然后 N2 跟 N 熟力 K， 但是因为这分子分母我们都知道，所以把它带进去就得到下面这一块。这个是 N1K， 指的是 E2 星号跟 E 熟力星号所构成的那个平面的法线，它沿着线性直角坐标的三个分量。这个 N2K 指的是 E1 星号跟 E 熟力星号所构成的那个平面，它的法线三个方向的分量。 N 熟力 K 星号等于是这个法作用在这个平面上的法线，那个作用在 E1 E2 星号这个平面的法线它的三个分量。好，这就直接带进去就会变成这个结果，你们自己带一下。你们先看看这个分母，大家把第一个 N1K 的分母记一记，你们看这个分母，我们再看前面，你们再看跟这个 C1K 眼熟不熟，它事实上就是 C1K，同样的道理 A2K 的分子就是 C2K， N 熟力 K 的分子就是 C 熟力 K， 也就是这边指的 CI 阶。你们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法线，因为这个法线的分量事实上跟 CI 阶是有关联的，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更进一步的关系。抱歉，所以现在得到这一个，这个分子我们已经知道了，所以搞是法线的分量跟 CI 阶是有关的，或者反过来说 CI 跟法线是有关联的。然后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分母有没有什么物理意义，好，我们看考虑到分母的物理意义呢，我们来比较它的面积，还是回到刚刚那个图。我看我这边用的是，对，就刚刚这个图。好，我们现在比较这个蓝色的面积叫 A 熟力，这个橘色面积叫 A 熟力星号，我们比较这两个面积的大小，它的比值是多少，也就是我们要考虑它变形后面积除以变形前的面积。变形前的面积很简单， A 熟力，因为它原来就是一个正方形，因为我们说是一个三个边所形成立方体，它是一个正方形，所以 A 熟力就等于 dx1 乘 dx2， 这个没有疑问，就是长乘宽。A 熟力星号呢，
A 属于信号，那就讲的这个，给各位回顾一下。同学应该会记，这个应该要记得。如果我有两个向量，一个 A， 一个向量 B， 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平行一个平行四边形，假定这边的夹角是西塔，这个向量面积多少？你们知道就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多少？你们知道就是底层高，所以是等于 B 的大小乘上 A 的大小乘上 sin 西塔，因为高就等于 A 的大小乘 sin 西塔就等于高，所以这个就是向量的面积。那你们看出来没有？这个的大小不就等于向量 A cross 向量 B 的大小？所以如果两个向量尾巴对尾巴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这个平行四边面积就等于这两个向量的 cross product 的大小，就等于这项 cross product 大小。所以你们现在看到，那我现在的这个橘色的面积，它的单位向量，单位向量是 E1 星号 E2 星号，它的长度就是 DS1 星号 DS2 星号，所以而它的长度是我看我这边有没有题，对，所以它的长度我们就先叫 DC1 DC2， 所以 A 属于面积就等于 DC1 的 E1 cross DC2 E2 E1 星号 E2 星号指的是单位向量， DC1 DC2 就是等于原来大小，但是 DC1 指的是变形后的长度，那它又等于什么呢？就是等于 DX1 乘上括号1加1万，1万就是工程应变单位长度变化量，所以 DC1 就等于 DX1 乘上1加1万， DC2 呢就等于 X2 乘上括号 DX2 乘上括号的1加1 2， 然后1万星号 cross 因此它们大小就是等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DC1 的大小乘上 DC2 的大小再乘上我的 sin 夹角值。不要忘了 sin 夹角我们刚刚是有算出来的，这 sin 夹角我们是知道的，所以最后我的 A 属力可以写成这个 DX1 乘上 DX2，然后扯到后面这一堆，这一堆多的主要是就像我们讲，我把下上影夹角值带上去，然后一加一万一加一图就刚好消掉了，所以就变成一加上两倍的 epsilon 万万乘上一加两倍的 epsilon 兔兔，然后再减掉四倍的 epsilon 一二平方，开根号。那我把这个 A 属力星号除以这个 A得到的就这个，这个就是面积比，微小的面积比，这指的都是很微小的量，但是在强调没有假设，这是大变形。假定一个物体是到塑性变形的时候，它的面积比就等于这个一加上量，那 epsilon ij 指的都是 green strain， 一加两倍的 epsilon 万万乘上一加两倍的 H22 减掉四倍 H12 平方，然后开根号。这个就是代表了面积比，那这个指的是 A1 星号比 A1 同样的道理，这也一样。那好，你们再看这个比值，这个比值再回到前面，你们看法线是不是就它的分母？所以这很有意思，假设有一个平面，原来的两个边分别平行于，比如说平行于 X1 跟 X2 轴，变形后的面积，变形后的这个平面的法线的分量，也就是这个等于一个项除以另外一个项，它的分子
就是等于我们的甲扣饼的 inverse matrix 反矩阵的分量，它的分母呢就等于它的面积比变形后的面积比变形前的面积。也就是说这些是有关系的。嗯，抱歉一下。所以我们把那个各抓一个出来，下面这个框框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 N 就等于这下面就是 C， 也就等于分母，所以 N 就是等于 C 除上面积比。那反过来讲什么？ C 是不是等 N 乘上面积比？所以这就给我们这边的 C 有一个概念了。OK， 等一个面积比，所以这个公式，我就可以把这个 Cij 用 n 乘上面积比带进去。听好，我把这边的 c 用 n 乘上这个面积比带进去，然后把这个平衡方程式展开，就变成这九项。因为这个方程式里，因为这个里面，因为接重复，本来等号加号的左边就有三项相加，可是它每一项呢，它的这每一项每一个 c 又等于这边的三个，所以展开来等于有九项，这还是一个向量平衡方程式，等于有九项。我这有稍微整理过一下，可是最后带进平衡方会变成这一个，而变成这个的时候，你们看。第一个对 x 按万为分的这一项，这三项对 x 万为分的每一项都有一个 a 万星号比上 a 万，所以我们可以把 a 万星号比上 a 万挑出来。我看我是不是这样子写的？没有，不要，我直接讲，你们自己看，我们只看第一项。大家想想看啊，我这边有点点跳，你们可能要做一下记录。我们只看第一项，我如果哦不应该写，我应该写里面。你们看我第一项，如果我把 a1 星号挑出来的话，里面就变成 n11σ1 加上 n12σ2 加 n13σ3， 我把 a1 比上 n1 挑出来就变成这个结果。那这个里面我们先告诉各位，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 cos trace， 这个 σ123 分别代表它原来它作用在变形后的面积，听好，是变形后的面积法线平行于1万1图1实力三个方向平面上的应力向量。这个是代表什么？这是代表原来变形前它的法线是平行于1万轴变形后的这个平面上的向量。但是这个式子你们看有没有一点熟？我们现在先不要看这个式子，我们先来给各位看。假设我现在有一个变形后的平面，这个平面的法线我们就知道它叫那个 NEI， 它的三个方向余弦。那我问你，作用在这个平面上的应力向量等于什么？那是不是依照 Cosec formula sigma n等于 n 的 ei 乘上 sigma i，
这就是 cos formula 了。这个不就是这一个？所以你们看出这个括号是什么东西了？括号指的就是，这个括号指的就是，假定有一个平面，变形前，听好，变形前它的法线是平行一万，这是变形后这个平面，然后作用在这个平面上的应力向量，作用在这个平面上的应力向量，我们把这个举例，把它叫做西格玛万星号。我要用星号的原因是指的，如果这是这两个差异，如果有一个平面，红色指的都变形后，有一个平面变形后它的法线如果是平行一万轴，作用在这个平面上的应力向量我们叫西格玛万，那是我们一开始的定义。那我现在谈到的是一个变形前的平面法线一万轴，作用在变形后的这个平面上的应力向量我们叫西格玛万星号。这是西格玛万星号跟西格玛万的主要差异，千万不要搞混。所以我们 define 西格玛万星号指的就是作用在这个平面上的应力向量，反过来讲西格玛兔星号指的就是有一个平面变形前它的法线平行一兔轴，然后作用在变形后这个平面上应力向量。西格玛星号三，西格玛三星号也是一样，西格玛三星号也是一样，依照我们的 cos formula 了。那我把这个带到前面，我们的方程式就变成这个结果，这是我的平衡方程式。平衡方程式，因此到这边来讲，到这边来讲，我们就知道，如果我用的是变形后的面积，听啊，我如果用的是变形后的边，变形前的边界条件，我用变形前的边界条件，我解平衡方程式，我所解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也就是是等于我这个应力向量这个物理意义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如果我用变形前的边界条件来解平衡方程式，解出来的事实上就是这个项。我们本来是说解出来的就是等于这个 cos stress 乘上这个，不要忘了这个星号也是 cos stress。 什么叫 cos stress？ 就是定义在变形后的面积上的应力向量，就是我们所说的 cos stress。 所以这也是等于作用，不是作用在这个面，是作用在这个面上的应力向量乘上变形前后的面积比，这就是我们要讲，在没有小变形的假设之下，如果你用变形前的边界条件，也是你唯一能用的边界条件，所解出来的方程式，你所解出来的答案，跟各位讲，你反正一定只能有变形前的边界条件，你就会解出一个答案。我们这样讲的是物理意义，你真的解出来的物理意义不是原来的传统的 cos stress， 不是原来的西格玛万。到这我们再跟各位讲讲，如果你解这个平，因为方程式就这个形式，你如果用的是变形前的做
这我们先谈，你用的是变形后的坐标，你解出来的就是这个 cos space。用变形后的边界条件解的就是这个，可是我们只能用变形前的边界条件，所以我们变形前的边界条件解出来的就是这个，而这个西马万子是作用在这个面上的应力，只是作用在这个面上的应力，也是 cos space， 但是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平面，所以西马万星号跟西马万严格说起来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们的作用面不同，虽然是同一个点，我画的是不同，指的是同一个点。这是我们这边所显示的。好，那我们最后再看这一项，所以我们把这一项，我们把这个，我们给它一个名词 summation one，给它一个符号，大写的四个码 summation one， 而这个事实上是等于什么？你们先看，如果这个西马万星号乘上 a 万星号，指的就是这个应力向量乘上这个面积，那是不是代表总共的力量再除以变形后的变形前的面积？所以这一项指的是作用，这一项，这个我们这边讲的这个 summation是指一个应力向量，指的是什么呢？作用在变形后的力量，也就是作用在变形后面积的应力向量乘以变形后的面积，等于是作用在这个面上的总共的外力除以变形前的面积，它指的是不同的两个状况的力量除以这个，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summation， 这个 summation 应力向量有一个名称叫做 first 第一 first 的 Paola-Kirchhoff stress， 也就是等于是作用在实际变形后那个面上的力量除以变形前的面积。那你们看看这个 first 的 Paola-Kirchhoff stress跟你们所知道的什么很像？跟你们知道的工程应力，回忆一下什么叫工程应力？我一个轴在拉，我就是随时随地的拉的那个力除以变形前的面积，我在拉的力不就是作用在变形后面积上的力量？所以 force 的 Paola-Kirchhoff stress 事实上就类似工程应力，就类似工程应力。你们都很清楚，工程应力跟简应力的差，跟真实应力的差异就是除以的面积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告诉各位，这两个叫 cos stress， 他们是真实应力，因为他们除以的都是变形后的面积，也是你实验量得到的。可是这个就类似工，我们叫 first Paola-Kirchhoff stress， 我们就是我们所说的工程应力，因为它是指的作用在变形后面，是一直指的是实际的外力除以变形前的面积，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实际的外力除以变形前的面积，这就是 first Paola-Kirchhoff。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如果你用的是变形前的边界条件，你所在大变形的状况之下，就没有任何假设状况之下，你所解出来的应力其实是这个 first Paola-Kirchhoff 所谓的工程应力，而不是真正的真实应力。这个就是你的解出来的答案跟实验值的区别，这就是我们这边特别要告诉各位的。因为所以方程式最后变成这个，我们写在旁边做对比，我们真正解的，因为我们只能有变形前的边界条件，所以我真正解的是这个方程式，不是这个，因为我边界条件用的是变形后，也因此我所解出来的是这个东西，不是这个 cos stress，他们是有差异的。这个叫 first Paola-Kirchhoff stress，
那平衡方就变成下面这个。所以你们现在了解了，你所解出来的其实是所谓的工程应力，这也可以解释，这个就可以用来解，也就是你解出来实际是这个。但是这个 first 的 parallel coil of stress tensor 这个张量它有一些缺点。第一个，我们可以把这个应力向量也可以分解成分别沿着直角坐标一万一度一速率的分量，当分量就也叫 summation i 阶，看好 summation i 阶不对称，它不像 cos stress sigma 一二等于 sigma 二一，记得 summation 一二不等于 summation 二一，这个是不对称的。所以其实这个应力向量不好，严格说起来我们不喜欢，但是你要解释给，因此这个方程式就不像我们 cos stress 只有六个未知数，严格说起来它会变成九个未知数。抱歉，我先不下课，我们把这个整个讲，因为这是一连串，一下课大家就忘了，我们讲完再下课休息，要上洗手间自己去。所以这是你们，因为你们看，既然叫 first 一定代表有 second。 我来讲了，到这边为止没有任何假设，或者我们告诉各位，如果你做的是数性力学，你解出来的就是这个东西，你要用物理意义来解释的话，解的是这个，不是 cos stress。 我们再强调 cos stress 跟 first 的 parallel coil of stress 不一样， cos stress 指的是实际应力，它指的都是变形后的面积。我们费了那么大力气就先告诉各位这边。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 summation 跟这个，然后这个呢下面讲的这个 sigma 1 sigma 2 sigma 星号，我们也可以把它分出三个分量，可是它的这三个分量呢，你们看，我们说 sigma i 星号等于 sigma i 阶星号乘上 1i 一阶星号，也就是说我现在把这个 sigma 我把这个应力向量分成三个分量，可是我的三个分量这边的 sigma i 阶星号不是指的原来的互相垂直的三个直角坐标，指的是一万星号一兔星号，指的是斜角坐标的三个分量，我也可以这样子分。所以 sigma i 阶星号它的意义比较特别，它指的是 sigma 星号这个 cos stress 分别沿着一万星号一兔星号一速率星号轴的分量，这是它的分量。可是一万一兔一速率星号是不垂直的，所以它不是直角坐标的分量，是斜角坐标的分量。那我们想要知道前面这边这个是这个 summation i 阶是沿着直角坐标的分量，这边的 sigma i 阶星号是沿着斜角坐标的分量，那我们想看看这两个有什么关系，这两个之间关系是什么。那这两个，因此我们现在依照原始的定义， summation 的 i 星号就是等于 sigma i 星号乘上我们这边用的先是 summation i 星号等于 sigma i 星号乘上 ai 星号除以 ai， 记得这边的 i 通通没有 summation， 分别把 i 等于1等于2等于3带进去，这边 i 通通没有 summation， 我们特别注明了，你们不要给它搞混。 OK， 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的 sigma i 星号sigma i 星号可以分解成 sigma i 阶星号乘上一阶星号，也就是说我把我的 sigma i 分解成沿着三个斜角坐标
意外星号、一对星号、一属力星号坐标的分量。接着呢，那问题是这个一阶星号，一阶星号我们可以把它 function of 我原来的直角坐标，因为不要忘了 summation 的分量是沿着原来的直角坐标，所以这个一阶星号可以写成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这就是因为一阶就变形后的方向可以变成这个式子，可以变成了这个式子。然后我们把前面的这个 n， 也就是我变形后的单位向量，前面已经讲过，这边带进去就变成了这一个。而这个呢，同时 summation i 也可以写成 summation， 这还是一样，皆都没有那个 summation 的 summation i 可以写成 summation ik 1k， 所以两个一比之下的话，我们就会得到这个的结果。这个就是告诉你 summation 沿着直角坐标的分量跟 sigma 星号沿着直角坐标分量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把分子给挑出来的话，我们会 define 另外一个应力张向量，应力张量我们叫 pi i 阶。你们仔细看，这边是 summation 的 i 阶跟 sigma i 阶星号之间的关系，中间有一个分数，我们把分子挑出来，剩下的我们把它 define 叫 pi i 阶。而这个有了这个 pi i 阶，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 summation， 就是 further 把 summation 的 i 阶星号，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是 pi i 阶星号乘上后面这一项，也就等于是我们把原来的这一个 cos 随着这个应力张量转换成了用一个所谓的 pi 阶这个应力张量。为什么要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我原来的这个 summation 就可以用这个 pi 阶来取代。我为什么要用这个 pi 阶来取代？这个 pi 阶就叫做 second parallel Kochhoff stress tensor， 它的最大优点是它对称，派i 阶对称，所以我们的平衡方程式最后变成这个。也就可以说，我们用变形前的边界条件解出来的，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是这个项。而这个项的好处，我原来是说我解出的是 first parallel Kochhoff stress，我现在解出来的叫做 second parallel Kochhoff stress， 优点就是这个 second 它是对称的。好，到这边为止我们还没有做任何假设，我的平衡方程式最后变成这个形式。好，接着我们开始，到这边为止都是适用于数性力学大变形。到这边，因为我们谈的是弹性力学，我们就看，如果我考虑的是弹性力学，假定我考虑的是弹性力学，也就是我的应变很小，所以第一点，如果我的应变很小，包括正应变跟减应变都非常的小，正应变跟减应变都非常的小的时候，我们先看看这个帕尔拉这个 second parallel Kochhoff stress 里面，它这边有一个1加1分之1的 A1 比 A 这个项，因为都很小，所以第一点工程应变很小，小一，所以1加1分之1等于1。然后呢，这个面积比，回顾一下我们这个面积比是等于什么，抱歉，这是用一那我这样改三好了。
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A3 星号比 A3 就是第三个面，它的那个面积比等于一加两倍线万万乘上一加两倍线万兔万兔兔减掉四倍 F 减一二平方开根号。如果应变很小，这个很小，这个很小，这个很小，这整个也是一，所以也就等于说，当你正应变、减应变都很小的时候，我们面积比也会等于一，所以这些项通通变成了一。这些项如果通通变成一的话，从前面 second parallel cosinus trace 的定义，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派 i 阶就等于西格玛 i 阶星号了，所以我们会得到了下面这个结果。派 i 阶就等于西格玛 i 阶星号，也就是这个平衡方程式里面的这个里面，我们已经派 i 阶相等于西格玛 i 阶星号，这是第一个。然后因为我们也前面讲过，我的体积比等于一加上这边的 epsilon 万兔实力指的是主应变，可是如果说正应变、减应变很小，主应变也很小，所以体积比也接近一。体积比接近一，也代表我的边界条，我的 body force 每单位变形前的 body force 给每单位变形前体积的 body force 跟每单位变形后体积的 body force 也没有差。本身来讲，也没有差，所以我们原来这个大 B 又可以恢复成为，我们又可以恢复成为小 B， 我们本身又可以恢复成为小 B， 然后最后在我们这个方程，原来这个方程式里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德塔 i 阶加 ui 康马阶。那我们在第二章也跟各位讲过 ，ui 康马阶可以表示成为 rotation tensor， 等于是 omega i 阶加上我们 u 那个一的 i 阶 ，ui 康马阶可以写成这个式子，可以写成这个式子。而如果 ui 阶写成的这个式子，那在我们讲的假定我是小变形，我不只是那个 infinitesimal， 就是 EI 阶很小， rotation omega I 阶也很小，那这两个跟德尔塔 I 阶相比，跟德尔塔 I 阶相比也都很小，所以也都可以消掉。所以最后我们的方程式又变成了这个，变成了帕修西格玛星号对 partial x 的微分加上 b 等于零，又回到原来。所以就代表了什么意思？如果我用变形前的边界条件解出这个平衡方程式，严格说起来我解出来的是工程应力 cosinus 那个 first law parallel cosinus of stress。 可是如果我们是在很小变形的假设，指的其实就是弹性变形的范围，而且包括 rotation 也不大，也就是说不是考虑薄板，那我就可以说我解出来的就是西格玛 i 阶星号，也就是 cos， 也就是说我可以说我解出来的是真实应力。这也是你们当初你们在材料力学学过，如果我画应力应变曲线，假定这个是工程应力应变，我的真实应力应变曲线是这个样子。他们在这一块弹性范围，工程应力跟真实应力事实上是接近重叠的，因为我们差异很小。所以我前面讲了那么多，结论就是我推导的平衡方程式是依据变形后的坐标，如果我用的是变形后的边界条件，我有办法找到变形后边界条件，我导出来的就是真实应力 cosinus stress。 可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只能有变形前的坐标，
所以我导出来的是工程应力 force 的 parallel culture of stress， 它跟实验值会有差距的，尤其是大变形。可是在小变形的假设之下，指的是正应变减应变都很小， rotation 也很小，在这些假设之下，我就可以说我用变形前后前的边界条件解出来的还是 cosine stress， 也就是解出来是真实应力了。因为在弹性范围之下，真实应力跟工程应力差异很小。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第六章的结论，第三点六节的结论，也是我们要告诉各位的观念。当然在导出这些拐离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同时的告诉各位怎么算它的面积比，怎么计算它那个两个变形后两个轴的夹角的值，怎么样子计算它的法线，变形后平面的法线也通通顺便告诉了各位。